中文投资网美股实盘网红达人召集令开始。你有多年的美股交易经验吗？你能言善道，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吗？你是基本面的强者，还是技术面之王？欢迎加入，成为美股网红达人。We want you。中文投资网美股网红达人召集令，报名唯一，微信 Warren 王2016，下一个 Jason、Brian、Will 就是你。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周一美股富豪哈。今天我和还是和杰森安在一块儿啊，在一块儿。看来这一周啊，只要我在，我就坚守美股富豪，怕别人来挑拨我们。嗯呐，他们总欺负我，你不在的时候。来，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Brian 的收盘分析啊。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中文投资网的美股网红收盘节目，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 Brent。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三大指数是再度的向上走高，丝毫没有任何回调的迹象。三大指数全部都创下了一个新高的行情。新高的背后呢，是金融板块还有科技板块起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推动作用。那美国银行也再度创下了一个新高，高盛的走势也非常好。不过明天高盛会公布业绩，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对银行板块的一个影响。其实今天市场当中最重要的消息呢，推动市场继续上行的原因还是来自于特朗普还有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科恩他们的一个讲话。他们呢认为税改必须要在今年做一个完成，而且两个人重申了对企业税将下调到20%这个不动摇的立场。科恩还说呢，说为了确保税改今年在国会两院会通过，特朗普可能会要求议员们不再享受周末或者是法定假期。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税改的这种想法以及程度是非常的坚韧的。基本上无论他税改成功与否，至少在我们获得结果之前呢，市场都会因为这种消息的刺激呈现着一个利好向上的一个状态。不好的方面呢，是来自于生物制药板块。今天生物制药板块从早盘还是领涨纳斯达克，又变成了今天尾盘变成一个下跌的状态，领跌了整个市场。其实还是来自于特朗普。特朗普今天表示呢，当前这些处方药的价格已经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那在这种失控下，很多的相同的药物可能会在其他国家会以低端的价格去买入，这样的话对美国的市场是一个非常不利好的一个状态。他表示呢，自己一定会通过努力去打压这个药价，让整个的这个药价的体系变成人人都可以消费的那种状态，并且呢也重申了一下对于奥巴马医改这种不接受的态度啊，还是表示会坚持不懈的推翻奥巴马整个医改，构建一个完整的这种 healthcare 的一种体系。那受到他的这种讲话的影响呢， healthcare 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挫。整体上来看呢，这个市场还是非常乐观的，在这种税改的带动下，税改呢会利好这些除了大盘股还有小盘股啊，会受到这个很好的提振。那么小盘股受到提振之后，再加上消费群体，大家可以更好的去刺激消费，对整个的经济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状态的。原油方面呢，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人控制的这个基尔库克采取了一个军事行动，那么国际油价是上涨了超过1%。在这种稍微有利空情况的影响下呢，原油的走势还是相对比较明朗的，还是倾向于继续向上去看涨原油的方向。那黄金今天比较有意思啊，黄金和美元比较有趣，因为在今天盘中的时候，美元突然向上拉升，黄金向下跌。这个呢，主要是有媒体表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呢，这个可能会是泰勒规则的创始人经济学家泰勒。那因为泰勒上周五和特朗普有一个面试，特朗普表示呢可能会比较青睐这个泰勒。那泰勒规则他的这种经济原理，他认为呢美联储应该继续加息，拉到5%往上。那这种在加息的这种刺激下，美元应该是会走强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美元和黄金的走势是受到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我们说像黑马一样的美联储候选人他的一个影响。
行，以上是今天市场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新闻。那么盘后呢，大家非常关注的 Netflix 公布了业绩，这个是可以算是第一家公布业绩的科技权重股。这一次 Netflix 呢，还是没有让大家失望，交出了一份比较让人乐观的业绩啊，特别是用户大幅的上涨了530万，这个是都是超过预期的。盘后 Netflix 呢继续上涨超过3%，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新高的走势。那我们对于 Netflix 这样的股票科技类的权重还是抱以乐观的态度，可以拖动了大盘继续的向上行走。另外呢，这两天有一只中概股啊，它是上涨，连续性的上涨已经超过了20%了。预计呢，这只中概股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上涨。而我个人呢，也是刚刚从国内休假回来，然后对很多的中概股呢，其实更多的去接触，也会有更多的一个了解。我还是觉得中概股方面还是有很不错的行情的。那像这种突然暴涨的中概股，接下来的行情应该还会继续。所以大家呢，如果对中概股比较有投资情绪的话，可以注意我们稍后的工商信息和我们取得联系。好，收完听完 Brian 收盘分析，今天Jason 啊，这个大盘啊，这个还是收缩，天天在往上涨，啊，今天盘后 Netflix 怎么样？你听到？Netflix 好像盘后涨了，又涨了。哎，好像是盘后涨了。我的天哪，它都涨到200多了。那你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大盘吧。啊，我们看一下今天盘面啊，今天盘面的话呢，我们看到的依然是高歌猛进啊，早晨高开啊，冲高。差一点儿啊，到2559，然后呢盘中有所回落，但是呢从午盘以后啊，基本上呈现出了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过程啊，收盘在2557点。那从总体上来看哈，今天的态势呢，表现都不错啊，表现都不错。唯一呢中间有一点点缺憾的就是川普总统啊，又说了一个，好像就是经济学家泰勒啊，比较适合这个美联储的下一任。因为这个人呢比较鹰派，所以说呢，当时呢这个黄金啊应声而落啊，黄金应声而落，原来是1306.08点啊，然后通过这事儿之后直接就打下，现在的话呢有所反抽，但是呢还是在1300下面啊。我感觉你们好像天天在保黄金，什么情况？天天就是好像黄金终于涨到1300，一回落就感觉都找茬儿。Trump， 你说错，黄金这个东西，我说1300真的能够顶得住吗？因为1300是一个重要的压力点。你现在又在，好像和 Will， 你们都是支持黄金上涨的是吗？对于我论无所谓，它只要涨，就像我前面炒的。你是持了黄金股，他持了黄金股。没有没有，我现在没有，我原来就。那你们为什么两个人都那么赞成黄金要涨呢？我没有主观观点，我只是介绍今天走势。哦 ，OK， 都很关心黄金。今天我看到黄金蛮被吹的啊。好，问题就是什么？好多朋友，你像我那个时候在这儿买完之后，咣打上去，在这儿就跑了。然后黄金，我虽然说黄金，但是我就不买了，扔那儿看着不买了。但是有好多朋友就说：“哎呀，怎么样？能不能买了？能不能买了？”他就是割舍不下，他不是说的哦，这个。掰完扔了之后咱们先开辟下一个战场，他总是在固定的产品上有感情，所以说这个具体说吧原油继续这个调整吧啊，早盘的话冲了一下，然后呢这个冲到52块多，然后呢有所回落啊，基本上还维持在52块钱下方蓄势，总体上原油啊还是有继续上探55块钱，甚至于突破55块钱的这种趋势，这一点的话，从日线的走势上来说呢，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那么震荡走高，现在的话呢，在54块、55块钱下方蓄势这么一个态势，别听什么欧佩克呀、俄罗斯这帮人在那儿今天减产了，明儿不参加了，等等的哈，趋势已经告诉我们，很明确的信号啊，很明确的信号。所以说呢，原油的产品啊，继续看多。原油的产品，所以说今天能源股呢表现的也不错啊，所以总体上来说大盘啊，那么就是小幅新高啊，小幅新高。炒股票的话呢，还是有好品种逢低吸纳吧啊。今天川普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他说上周五创了新高，今天又是新高，在我的领导下啊。这个有人说啊，希拉里你觉得怎么样？他要重选。我希望希拉里在未来3年以后继续来再选一次。
啊，希拉里都75岁了，还能选吗？就是选什么呀？选墓地。实话实说，这个年龄就得做准备了，没有别的意思。我跟你讲，我崇拜的一个叫马丁·休克瑞利，他在 Facebook 悬赏希拉里一根头发，结果他原来没事儿，你知道吗？他给多少钱？出事儿了，他原来没事儿，他判了，法院判啊，他这个证券欺骗啊什么，判来判去，结果法院只认定他有一条罪，所以这样的话，他最多就判6年，甚至免职，他高兴死了。就回到家，他是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后裔，他父母都是清洁工人，在纽约吧，他16岁就上了那个大学，很聪明，很聪明，啊，对，但有一天晚上呢，他公司全呆住了。因为他们做空这个生化股，因为他觉得生化股最牛逼了啊，这个技术不行，做空，就突然有一天晚上，他们公司灯全关了，干嘛了你知道吗？趴下，破产了，破产了，破产了，就是这个一下子还欠了美国银行几百万上千万，然后呢，这个他又卷土重来啊，搞了一只股票。最后这个把这个股票从 OTC 直接拉到纳斯达克，最后然后那不是给抓起来了吗？因为希拉里说谁叫 Sugar Rally 把我们的这个药价格上涨的，然后他就很恨，就他这个官司都很开心了，他回到家喜欢搞直播，我从来没看到他有过女人，也没有过女朋友，每天就搞直播，每天唱啊，拿个吉他弹啊，就喜欢搞直播，有些某方面没有需求。结果呢，他就说我要悬赏希拉里一根头发，立马这个法院就直接把他关进去了，不出来了，不给你保释了，关到明年1月。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所以你别乱说，这没有，不能乱说，不能乱说。我只是说年龄大了，就我自己的，请大家做证明啊，我和此人不关。别来找我，不是，主要是最近想搞点副业。然后那个什么玫瑰园什么的，我也卖。好，美国人不懂英文，就算了。说这件事很，我说这个马丁·休克瑞利脑子有病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个人脑子就彻底不怕邪，他也无所谓。然后国会把他招过去了，他就不说话。你们要我说话，我保持沉默，把那个些国会的哥们儿都气的。这小子30几岁，好像还很不成熟。哦，年龄倒不大。说的错不小，继续说没什么可说的，这盘面波澜不惊，天天给点 UVXY 建议吧。UVXY 现在早点，现在还是昨天还有个哥们说我亏大了，亏了10000多，跟你们混吧，哇，16块一路排行都差不多了吧，老大，还得往下，这样子跳水啊，你看看连停连准备停车的迹象都没有，先等等吧，最起码得出现这个。这个就是我上次周六去坐这个跳水车的样子嘛，这个爬山爬到这，但是没想到还跑到地下室去了。啊，对。啊，真是的，现在谈做空就是太早。我一直说，当股市运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在仓位当中配置啊这个相应的。对冲性的仓位啊，看空指数的这种仓位，那么现在的话呢，还是略微早一点啊，略微早一点。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说些什么呢？就是首先说那个 HMNY， 因为我的手机啊周末也不平息哈，我要让我说两件事，第一呢，汤轩老师呢今天正式加入我们实盘阵营。啊，上周呢，我的实盘呢已经跌到第3名了啊，因为我买了很多 HMY 的股票啊，那么就是汤轩老师正式加入我们实盘。第二呢，周五呢还有一个讲座啊，欢迎大家看我们直播啊，直播啊，因为这个直播呢里面呢我们会送150只嫩模股啊。那么今天讲到 HMNY， 因为有位朋友他说，哎呀，Warren，我不是怪你哈，但是呢，我在30块买了 HMNY， 结果呢跌到22，这个股票现在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如果我们看这个，
4小时还是30？为什么这个图和我不一样的奇怪？一样，一样的。哎，我有一个多头吞噬的形态，是5天的。多头吞噬1小时的。也不是。多头吞噬是1小时的。哦。嗯，1小时。一小时那就是。奇怪，我是5天的图，就是5天的，可能在它的结的时候不一样，也许咱们在这个当中1小时它给分，你说那个多头吞噬就是在这一块，在这一块低开直接上来，大概在24块23毛多吧。对，他要我问我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明显的多头吞噬，冲过24块3呢，这个股票要逼空，如果跌破17块3呢，还得下跌。好，那么我和杰森安呢准备决战了啊。虽然这两天还是没有涨上去啊，但是啊这个图形呢还是有戏啊，但是如果大盘下跌大家就要警惕啊，如果大盘真的下跌，那我就准备撤向延安去了，就把仓位给割了，剩下9%的收益率退到3倍，然后继续遥望上海、杰森安、天津啊，还是有希望的啊。然后再卷土重来。那么如果说大盘继续往上冲，冲过24呢，我就直接进入北平，夺取这个政权，然后杰森安就逃往台湾，就那么简单一件事儿。对啊，就是看顺风而逝啊。第二件事儿呢，这个周末呢，我也不闲着啊。那么我去了这个比特币 ICO， 周六周日也去比特币挖矿啊这个课程。那么比特币这两天呢，从这个很多朋友在微信上批评我说，老大这个比特币你都不会算了啊，你看比特币从上次的一路跌到3000块钱哈，这个太明显了，跌到3000然后反弹，一路高歌猛进，一路高歌猛进。然后很多朋友说，老王说3000到6000是50%，老王你这个搞金融这都不会算了啊。所以比特币最近的行情可谓说非常火爆，而且我看到的这个 ICO 的现象与这个大家的现象有点不一样，就是和中国、韩国禁止 ICO， 现在很多美国的朋友对 ICO 也是非常非常乐观。所以但是那个 GBTC 啊，有些朋友呢就开始说了，哎呀这个 GBTC 啊你看都不涨。这个上次啊，我还是借助我们这个朋友啊，这个 VIP 里面的 Henry 这位朋友呢，在1060逃顶。对，这个战役打得非常漂亮。那么当时是400多进的，这个点位好像。对。在这里进的。这里进，然后杰森安叫我撤，没撤，来回震荡以后，你觉得这个行情会怎么样？这个这样子，人家涨他跌啊，比特币今天涨1.6%，他跌3.14%，啊。现在主要就看目前的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因为我们看到在10月9号在这个位置上开始放量，连续性的挂阴线放量，那总体上来说呢，要看这个位置最终的方向性选择。最终的方向性选择，这一点的话，是因为如果回落啊，回落之后呢，在低位有接盘做反弹之后，一直在缩量，整个的这个形态就缩减的比较的干净了。在这种比较干净的基础上呢，再次放量以后呢，反而呢把这个趋势向下打落。所以说最近的这个小形态的方向性就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如果下行的话，那 GBTC 的话可能还有下行的需求，尤其是最近这几天的放量，是再有第二春再往上走一波，还是说在这个地方放量，一直比特币在涨，然后一直在这又多，然后比特币稍微一歇它下去，所以说这个关注方向性选择。昨天呢我还特别逗，昨天是星期天嘛，周二周六的时候呢，我就去参加那个 ICU 的课啊，我也在微信上公开了。我的当时的记录哈，那么那一天去的时候呢，也是老师迟到，昨天更离谱，老师迟到而且不来了，
啊，因为原来教我们怎么去挖矿啊，那么我进去就是想听，结果等到11:30，10:30还没有来啊，然后那个他们公司的人就说，哎呀，非常抱歉，我们老师没来。我说哦，上周那个四的时候我也报名参加你们的技术分析课程，有多少人啊？我有点八卦。他说哇，那天很多人呐，有100多，因为周六那个 ICO 课程其实蛮多人哈。那么还是不退费？不是，这个不是退费，我的确是交了钱，但我没去。哦，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说大概讲什么呀？他说哎呀，怎么讲炒这个比特币的timing 啊什么的，现在就是说你看这个技术分析啊，嗯，非常非常重要啊。然后呢，我这两天也听了很多这个新的币啊，比如说这个 NEO 啊，怎么样去掉中文啊， NEO cryptocurrency 这个 NEO， 哎， NEOUSD， 哦，这个 cryptocurrency， 哎，你看这个，还有一位哥们呢，这两天在这个财经频道里面说，这个比特会未来三个月啊，他说会涨到25000。嗯，分析的方法是根据均线的2.5倍来计算的。所以首先因为杰森安老师是这个比特币，不是比特币，均线的专家。还给了那篇文章，结果我这两天去找这个文章找不到了。嗯，啊，我原来想给老师看一下，你怎么看？他说根据均线的2.5倍来算的话，这个可能比特币要涨到2.5万啊，未来三个月，就是说从现在到1月1号，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太乐观了，太乐观了。你们不得不说杰森啊有的时候还蛮厉害，上次那个 HMNY 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装做顶了，然后我那天还杀进去，而且咬牙切齿要跟杰森啊，结果现在伤痕累累，一边在哭一边在看。我拦不住。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有子弹。那么有几个货币还是非常逗啊，因为我听了。你看这个哈，这是中国，我称为叫中国的百度类似的虚拟货币的一个百度啊。啊，你觉得看看这个你看这个从7.5块啊做到57块，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视频，一天只要投1000-7000啊，1-2千块，一天一个星期就赚1000，而且有个哥们儿讲的我也服了，他说各位你们知道吗，比特币在过去的8年当中平均每个月的回报率啊是25%，请问各位有没有在世界上找得到什么投资产品啊能够在过去的8年当中啊每个月，你看2015年啊，这个也不是很对，因为它其实不止这个2015年，就它每个月啊都有25%。我说巴菲特不是每年才25%？对，这他妈太牛逼了。对，这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比特币的威力哈。然后有一个 OMG 的币，这个币呢是在亚洲啊给这些孟加拉人啊什么的泰国啊这些没钱的人做一个，也是从几毛钱涨到现在13块钱。你我们看看这个图形都差不多。对、因为最近好像全球就是这种虚拟货币好像有点风起云涌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货币的话最终路啊很有可能一个版本就是被国家收了，就像这个支付宝还有这个微信支付都被国家收了这种感觉一样。不对，因为比特币哈，就是实际呢它的中心的理念是去中心化去中央化啊，所以比特币它是没有一个中央的控制的。对，所以任何一个人说啊我要收购这个比特币啊我要把这个比特币给灭了，不可能，因为它是一个去中央化，你只要
你只要在任何世界一个角落，你就有这个区块链，而且你，就是说，很多人说被国家封杀了，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国家封杀整个的互联网。只要有互联网的存在，就有区块链的存在，就不可能封杀。就是说，你除非把所有的全世界的互联网给关了，否则的区块链永远存在。嗯，啊，所以现在国家就是很简单，多少钱？比特币6000，那行，6000我就收购。什么叫收购啊？就是你一共就2000万嘛。那你买不到啊，你一下子问人家收购，那变成50000了。就像国家要收购你房子，你不搬不拆迁户了吗？钉子户。没人强迁呢。啊，抢钱啊。强迁呢。强迁了。所以像比特币这类东西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可能政策方面还是得注意。我还是感觉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去中心化，但是呢，这个美帝国主义，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如果真去了之后，那美元就没地位了，美元、人民币、黄金通通没地位了，通通没地位了，就玩都玩这个虚拟这一块了。所以说呢，这也是这些地球这些玩政治的这些人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呢，炒股票赚钱行。炒股票赚钱行，然后呢，后续的问题呢，咱就看实际情况。嗯，好的，刚刚才发现手表都没换。好，anyway，我们时间到了啊，时间到了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聊啊，拜拜，拜拜。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